妮妮打排球输给林嘉玲三颗球。来了，排球甜心 show time。哇塞，第一个就这么厉害，后面你要怎么走啊？哎，这是韵律体操大赛吗？欧阳妮妮揭牌彩织屏芯片，排球甜心今天举办开拍记者会。妮妮又是一字马，又是翻跟斗的五抢进风头。身为大姐姐的林嘉玲，只好进出三力来应战。妈懂事的林嘉玲啊，行啦。主要演员们都不会打排球，因此展开三个月的魔鬼训练，每个人都伤痕累累。你刚开始手都会淤血啊，就觉得身心灵都觉得不舒服。可是我觉得打到后面，我们慢慢开始知道团队是什么，然后会打比赛开始，我就觉得就什么都不一样，就觉得打排球是一件很热血、很好玩的事情。嗯，手伤事小，十八岁的妮妮没得谈恋爱比较严重。所以妮妮那个爸爸妈妈不让你开感情室，你会觉得有点可惜。现在就觉得好像可以再大一点。那你会愿意到时候初吻是给电影上的哇？我觉得是工作，是工作，思想是思想。苹果的 online 哦，想过这个问题。所以有两个报道。